今天给大家宣传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这次啊 CUDM 历史最大的线下活动之一，他来了，场内有胡彦斌老师的明星表演赛、直升机坠机事件、百人幽灵军团、幽灵痛车车队、 S8 总决赛、装修工厂地形在广州举行，以装修工厂的场景来进行设计的，外场嘉年华无需门票，玩家即可来玩。好了，最离谱的他来了，大家都可以是来 cosplay 的对吧？不是，这个蓝蔷薇到底是谁投的？他喵的还是特地的可以给你们化妆。好了，我的大脑已经出现这个画面了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周边的奖励之类的，以及 S8 的总决赛，这次真的做的是很大呀，团长也是非常的期待。百人幽灵团队啊，这边大家准备好自己的幽灵 cosplay 造型，加入幽灵军团入选，可以获得 S8 的赛季的总决赛的门票，前往幽灵专区免费观赛，获得神秘幽灵军团专属大礼，然后呢入选幽灵军团福利啊，送 S8 门票，还有就是专属的周边大礼，然后呢还有个幸运刮乐，就是保底660，最高是10000 CP 点。